嗨，我是小森。当我们拥有了控制身体大小的能力和美国一分钟会随机获得效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三位玩家要如何生存下去呢？好快！哎，好快！我操！没事了，别瞪我的小脸，开外挂给这儿。就是。变大大。我是大人，我现在是大人，你是谁大？哎呦我去你的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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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打不到你？我去！为什么打不到你们两个？哎，我怎么变成石头了？哎呦！啊，我人呢？我人呢？我人呢？你们怎么变小？别小！死鬼！啊！掉的东西怎么这么大呀？果然是大人呐！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咋了？真爽！哎，路况也能这么撸的？你看，对啊。我去！你不做死稿吗？我没有石头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来，我给你两眼一摸。别丢我！我没丢你啊！我给你做。来，丢了 okay, 丢了，丢给你了。我有，不要你那都高子。这个要不要？要！给你！啊！不！漂浮了！救我！啊！不是你变大呀？你不对呀？你现在不是？已经两格了吗，哥？完了！我顶上！我是让你在头上面放方块顶住，不是让你看我在你头顶上。顶上！你见你的头！我看到了。别闹了，走了，走冰上去了。大不双下矿了，好像。我稿子又爆了。我也爆了，没稿子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抗性了，我无敌了，你们打不死我现在。我虚弱。打我！我虚弱，我打都打不了。对，这就是我的无敌的本能嘛，这就是。打我！爸爸打我！这怪不好意思的。怂。我还是死了吧，我去搞点吃的去，这没吃的玩不了游戏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吃的怎么玩？哎，没事，这完全都不用吃，你知道吗？吃什么？那谁叫你们给他下矿洞的？这不冰霜线下的吗？就是啊，我下矿洞。还想在上面再掠夺一下村庄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推一下进度。哦，有弓箭，这运气这么好。对呀、啊，你被我捡走一波，兄弟们。哎。看错了，你丫的看错了，哎，是，我看你是对着我打的，袭击了，呀，也太了，我去，打错了，我去，知道，much late。赶紧跑！哦，我有夜视效果了，好漂亮！我没有哎，咱俩给那转圈呢，弟弟干嘛呢？不生存的。我在打那个怪呢，我那个掠夺者的怪呢，人呢？我全程看你跟个傻子跑来跑去的。你炸死我！哟，你要烧过的还是？我这么大，他们怎么炸死我的？干嘛呀？这么大有什么用啊？我是怪兽！哇！来，你打我！你打我！还有掠夺者没打完，不打了，干嘛？